好，咁啊，先买个告白先。咁啊，香港奇案，爱东村三尸伦常惨案，做唔成香港人，冚家做香港鬼。咁啊，会喺听日星期二，聂大夫中医教室之后咧，就 MHK YouTube 第一台咧就会做首播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想睇我哋嘅直播台，或者经我哋嘅 App 或者我哋嘅网页睇直播咧，就听晚嘅9点就会做噶啦。咁啊，听日应该都会有一集嘅鳄鱼谈嘅。咁好啦，我先问下大家先，做一个嘅民意嘅调查。鳄鱼谈咧，我谂紧有两个 topic 去讲嘅，一个咧就系 Nicole Kidman 嗰个 Expat 呢套戏咧，就全世界有得睇，但系我哋香港冇捻得睇。咁你想我讲呢一个 topic 啊，定系讲 DSE 而家啊，即系经呢一个删捻咗嘅呢一个嘅通识科之后，有乜嘢社会发展科？咁啊出咗呢一科之后咧，好多海外嘅高尚学院咧就唔捻再承认你 DSE。即係你考得完個 DSE， 你報啊，包括埋我哋依邊 BC 省嘅 UBC， 人哋就唔等承認你依一個嘅畢業嘅依一個嘅資格。OK， 咁啊，我想問大家啦，想一就係 Nicole Kidman 嘅 Expat， 二就係依一個嘅 DSE。咁大家想我喺聽日鱷魚談講邊個？啊 ，O 即刻講一啦，係嘛？一啊 ，O 係出一嗱，我俾大家我回下氣啊，飲杯水啊，你哋發表下意見先啊。好啊 ，Fred 系二嘅 ，O 转态变咗二 ，Pinky 二，好啊，咁啊二啊大比数噶啦，起码73咁样依一个嘅比例，咁啊听于听朝，你咪玩嘢啊，依头一依头二，你屙尿啊，两头摆系嘛，咁啊听日就讲依一个嘅DSE 嘅 topic 啦，咁啊星期三就会讲喺鳄鱼谈，唔系喺 Morning Glory 里边，我就讲依一个嘅Nicole Kidman 嗰个嘅古仔啦，咁好唔好？咁啊，两个都讲，咁但系个 priority 咧就听日嘅鳄鱼谈就讲 DSE， 咁啊星期三就 Nicole Kidman 嗰个 expert 咧就会喺星期三嘅 Morning Glory 里边会讲 ，OK， 咁啊即系最好啦。王志明新歌啊，哎呀我真系唔肯想帮人哋宣传啊，死人青青，你放过我啦，好冇？好，咁啊继续，好我睇下《坚尼地城》我嘅一。